that China has a critical... The Russia story!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, Decode news. Decipher keywords. Be informed. Be a master of many tongues with me. Twitter 或者是媒体爆料才得知离职的消息，黑利是罕见的在白宫获得特朗普为他践行，但是有媒体却爆料，包括国务卿蓬佩奥、国安顾问博尔顿在内的重要官员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得知消息，显示特黑两人是将离职的消息刻意 keep under wraps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英文解码为你破译。 Keep under wraps. The meaning of this idiom is to guard a secret carefully.To keep, 保持、保留 wraps, 这里我们用作名词指的是某一种遮盖物。那 keep under wraps 这句片语字面上是将某样东西用覆盖物去遮起来，延伸表达去隐藏或隐瞒某一件事情。那这句片语源自于赛马，那当一名骑师为了刻意不让马儿全力冲刺，他就会将马匹的缰绳完全的 wrap, 全部遮盖住双手，这样子方便骑师能够紧紧握住马鞍，不让马儿达到最高速，借着去隐藏马儿的真正实力。而后 under wraps 这句话就被应用在其他的体育赛事当中，像是帆船、棒球、拳击、美式足球等等，还被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。就好比这一次黑利辞职的消息被 keep under wraps 被隐藏起来，一直到选在中期选举前这个敏感时期才公布，不免让人怀疑有其他的政治考量。好， keep under wraps 这句话平时可以怎么使用呢？举例，Keep this under wraps for now, but Billy is definitely getting promoted. 先别说出去哦，但是比利绝对要升官了。